那我们能为先生做些什么？你们唯一的机会，就是能比这200万人更早抵达冀中界的核心地带。我身为三府山的指挥官，可以让你们暂时扯上我的旗号，获得一定的庇护，并且考核结束，还能保证你们安全离开。如果你们弄到了能让我心动的宝物，归我，当然我不会亏待你们。如何？ 所以，我们现在是三府山名誉先生旗下了。加入北龙城的事情还没有定论，万一盖亚的申请不能通过，我们就会一直是散兵游勇，所以这个机会不能错过。老三做的对，宝物固然重要，但我们现在代表的是地球人类，任何一个人殒命，都是对地球防御力的削弱。那现在该怎么办？我们要尽快赶往核心地带，不过要加倍小心。走。 各大势力都派出了数量庞大的队伍，不断抵达。界中界内的战争风险越来越高，就快到核心地带了。不好，有敌人，而且是三个方向。 他们是有备而来，走！快点！入林！可恶！白骷髅法器紧急集合。 魔风，只要你还在冀中界，我就一定能宰了你！哼，我们走。 危机解除。没算错的话，短短6天，我们已经遭遇了21次劫杀了。老大，你们看。 界中界核心地带，到了。各大组织的人全在这里，难道宝藏就在那座城堡中？是各大组织发来的，北龙城已经发现了宝藏的所在，在大量招募成员，其他势力也是一样。 都在积极扩充战力，不过却没有三府山，真的没有？怎么回事？是盖亚。你们都还安全，太好了。我刚刚才忙碌完，于是赶紧联系你们。谢谢，我没事。对了，我们收到了各大势力的招募讯息，发现唯独没有三府山的。三府山向来不轻易培养新人，因此这次参加考核的冒险者人数寥寥。 在他们20万的大部队到来之前，还行不成势力。我已经把你们的讯息上报了，你们可以加入我北龙城了。因为之前不确定北龙城能否接收我们，所以先加入了三府山。不碍事，就算不加入，你也可以暂时与我们达成合作关系，这样你能获得双重庇护，北龙城也能多一份力量。好，你们到北龙城基地跟我会合吧。 罗峰，这雷霆世界的创造者名为卡布，已经死去千万年。死前将巨量宝物藏在这城堡中，但各方势力都不敢率先动手，一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到了，你们暂时就列入第18方阵。他们都是，和你一样，都是人类，不过也不完全一样。人类种族在宇宙中本身就是一个庞大的生命体系。
以各自的方式进化了亿万年。我给宇宙人类的进化体系做了一个分类，拥有高贵血统能迅速以宇宙能量提升进化的归神话超人一系，以先进的生物技术将机械科技融入肉身来增强实力的归生化机械一系，与妖兽基因融合而获得兽化能力的归兽化基因一系，因为自身基因突变而自然变异的归变种人族一系。你刚刚看到的就是生化机械人类。原来如此，快看，荒漠团。拜见九皇女殿下。我帝国九皇女部落里欲要夺得这宝藏，挡我者死。现在我宣布，界中界核心的蓝色城堡区域由帝国皇武团控制，任何势力和个人都不得靠近。这是公然与所有势力对抗，他哪来的底气？九皇女殿下，你想独吞宝物？我北龙城。虎克的黄武团混蛋，是那个杀了虎克的黄武团混蛋。这是 C 二级镭射枪，一枪可以击杀宇宙级二级武者，更遑论你们这群区区恒星级的冒险者。这就是对抗黄武团的下场。而这样的武器我有九把，现在还有谁不服？阁下是谁？这次的参与者很有活力吧？我就是伟大的主人卡布界主的智能，你们可以叫我雾大人。原来是我的同类。你们是为主人的宝物而来的吧？主人的宝物很多，
看，一共68准，312箭。传说蕴藏着顶级空间秘法的传承水晶球，果然在这里。宝物后标注的剑矿石是什么？剑矿石是界中界特有的一种矿石，你们每个人都有机会用剑矿石来兑换宝物。这下宝物就不是布洛林独占。剑矿石的能量很低，为了方便你们寻找，我会给你们分布图。快将地图录下来。整个界中界分为26块区域，界矿石就分散在这其中。我不管你们是如何取得界矿石的，想得到宝贝就去拼吧。除了用界矿石兑换，任何人都无法获得宝物。界中界的规则就是没有规则，绝对公平。我在城堡中等着你们。不讲规矩，争夺界矿石就是弱肉强食。这武大人解开了乱局啊。无论你用什么手段，都要把传承水晶球弄到手。如果外公能凭着空间秘法突破，定能助你打败你那几个哥哥，夺得皇位。是，外公。鬼司，我皇武团目前的人手无法占领全部区域，只能抓大放小。你带上C2地雷射枪，以每队300人为单位，分10小队前往东部界矿石最多的区域，如果有其他组织占领，杀。是。出发。白虎楼以每队200人为单位，出发。出发。大哥二哥，在乌大人的清单里，我看中了能轰杀狱主6阶强者的第6级轨道炮，诺兰山是宇宙级9阶，有了它。蠢，你用第6级轨道炮杀诺兰山是最没性价比的。其实当初找宇宙晶时，我曾探测到2处区域有界矿石，当时以为它不值钱就没在意。我估算了一下，那2处的界矿石数量够兑换生命果实。生命果实的能量精纯无比，你们的身体无法承受，但魔灵藤却能凭此进化至宇宙级。宇宙级？嘘，那在界中界岂不是横着走？到时我们能挖到更多界矿石。随便兑换一件宝物，在外面换的钱都能买到杀诺兰山的武器。先投资再高回报，好计策。雷龙城出发。我们行进到没有其他势力的地方，再脱离北龙城行动。各组织行动了，黄武团占领了核心地带的东部区域，北龙城和白虎楼各自占领西北和西南。我3釜山大军差不多也该进入界中界了，盯住黄武团动向。200万大军都进入界中界了，快杀起来吧，这里可有1000万年没那么热闹了。
哼哼哼。